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？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？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，为了上台好看都要戴发片假发，我也没有在避讳啦，只是觉得也很累，真的人生好难啊。我要跟耿说，我没有一天不爱你。总之我只是要说，请大家帮我照顾所有我想照顾的人，然后除了抱歉还是抱歉，对不起，但也来不及了哈。老婆，我这辈子为什么还会遇见你？如果没有遇见你就算了，可能我还年轻，还有很多路可以走，可以重新来过。这么好的女孩，请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帮忙，女儿也是，更不要说小不拉几的，只有我应该是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的，我活该。我只是想要用这些影片提醒大家，有些事情它会结痂，但你要把它掀开来会流血的，何必呢？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？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？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，为了上台好看都要戴发片假发，我也没有在避讳啦，只是觉得也很累，真的人生好难啊。我也想要留着胡子秃着头就上去，这是遗传嘛， DNA 啊。好吧，我还是最对我爱的人跟我爱的人说抱歉，谢谢你们的信任。这几天大家在群组讲东讲西的时候，我也是很矛盾，我也没有觉得很享受这一切，七嘴八舌的三姑六婆的，唉，很棒，表示你们都是坦荡荡的人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我是耿如。很遗憾今天早上的事件，那很多状况我觉得我也还在努力的厘清和了解当中，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，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，谢谢大家关心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面对，然后一起弥补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刀哥状况还好吗？我就再不回答问题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我是耿如。台南第一点去医院，开麦，一二三，我有开麦啊。很遗憾今天早上的事件，那很多状况，我觉得我也还在努力的厘清和了解当中。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，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，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。那以前的事情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。然后谢谢大家关心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一起面对，然后一起弥补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然后因为这个空间会影响到很多真正需要用到医疗资源的人，希望大家得到我的回复之后可以把空间让出来给更需要的人使用，谢谢。刀哥状况还好吗？我就再不回答问题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他，因为演艺圈我觉得能让我尊重的大哥不多，我就尊重黄子佼先生，因为我那时候还进去精神病院被关，演艺圈只有他一个前辈这样一直关心我，对，让我快点走出来。我相信他还是个好先生、好爸爸，对啊，他也努力在改变，就想要记得这个人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他做的好事更多，所以请大家将心比心一下，耶、yeah, yeah.。这几年他很敢说嘛，就什么事情他是最大，他赢嘛。最近他在讲他谢和弦什么告赢了，拿了几万块，我也是觉得很闷，很不爽。
人家孩子也刚出生，你在那边讲这干嘛？炫耀这个干嘛？你这么厉害，你为什么不去鼓励人家、照顾人家呢？我曾经受过焦哥的帮助了。之前出事的时候，他一直关心我，所以我身上是一个黄子佼。Yeah， 有没有黄子佼？要谢谢他，因为演艺圈我觉得能让我尊重的大哥不多，我就尊重黄子佼先生。对啊，可能对对对对，可能他之前做的事我不知道，但后来他做的事，他对很多人都很棒。你看，像李炳辉大哥，他也是尾牙有活动都找他一起这样，对，所以。我们对他说一些加油打气的话，不用加油打气啦，就事已过，一切都变就坦然面对啊。对，对。听说他已经送医院了。哇，真的吗？刚刚的事吗？哇，就刚刚。哇，那希望他快点好起来，因为我相信他还是个好先生、好爸爸。对啊，他也努力在改变。就是之前我大麻事件的时候，对啊，他其实是一直讯息给我，因为我那时候还进去精神病院被关，演艺圈只有他一个前辈这样一直关心我，对，让我快点走出来，因为我们都是母羊座的，他说你绝对不会被打倒，对，就想要记得这个人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他做的好事更多，所以请大家将心比心一下，耶、yeah, yeah, yeah。